世界台湾小姐基金会举办的世界台湾小姐、世界台湾先生十大选拔，已从6月22日开放报名到现在，经过初赛和培训，入选决赛的各位候选人已经出炉，他们将参加7月28日在洛杉矶侨教中心举行的决赛。今年选拔的主要项目包括世界台湾小姐、世界台湾妙龄小姐、世界台湾小妙龄小姐、世界台湾小小姐、世界台湾先生、世界台湾小先生、世界台湾夫人以及世界台湾淑女。那我们也非常的有特色，除了这个年轻的最这个年纪最轻的台湾小小姐群以外，很多以外，那么我们另外非常的荣幸也请到一位这个Jonathan， 他是市政府的民选官员，他是因为母亲是台湾人，所以他觉得说有必要来跟我们在这边寻根。世界台湾小姐各个年龄层也都非常的优秀，我很期待这个我们这次这个选拔非常的这个热烈，那么同时我们也期待非常好的一年，他们能够好好的发挥他们的才能。美国国家电视台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。